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总将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比如你讲对，比如你讲对，爱称呼大家总将官，哦，所以我有啊。欢迎大家个回娘家哦！大概有一挂人，高级班结束了后，有真久无个等来痛啊，所以欢迎大家回娘家。啊，可能早起你娘有听到秘书长咧讲，即马时间伫个咧甲咱逼。咱剩无偌侪时间，所以咱就要加强咱的脚步，加强准备。啊，都各位，咱要准备啥？咱就要准备法律。咱用法律告美国，用法律要甲美国讨政权。啊，将来咱嘛要用法律来。管理咱台湾，所以请大家加强法律。So， 今日这节课，我无要跟你讲法律啦，吼、哦，我是要介绍一挂一般的行政的事务，让大家了解。可能真侪人。家己本身就是做行政工作，哦，咱私人的公司嘛有一挂行政的工作爱做，但是咱今物要讲的，是讲公共的部分，哦，啊，这有可能，就是将来各位，那是接到任务的时阵，爱面对的，些情形。啊，今日我要甲各位介绍的内容有几点。头一项，行政的角色是啥物？第二，行政的依据是啥物呀？第三，行政的编制。第四，行政的事务。啊，第五项，领导阶层就是各位，将来拢是领导的阶层，恁的行政事务是啥物？对啦，最后咱来接证的时阵，可能的失误是会拄到啥？吼、哦，啊，因为时间无偌济，啊，我只好就开始。头先要甲各位加强说明的，就是行政的角色是啥？行政的角色，民主社会，伊的政治体制。一般拢是合作三权分立，三权就是立法、行政、司法，这三个权，国家的权力，甲分做这三项，啊，互因独立运作，但是就要互相制衡。若无互相制衡的时阵，独立运作有可能会偏离某一个。项目的收益发展，安尼就未平衡，会损害着民主甲自由。啊，咱简单讲一个，提一个说明来让大家了解，这三个是安怎独立运作甲互相制衡。譬如讲，法律是立法机关创造。由行政机关来执行，啊，最后由司法机关来做解释。所以，这三个就是分工、分立。啊，举一个简单的例，比如讲，咱将来认为
共偷的物件，即款呢，唔是好的现象。定一个法律，讲虾米人共偷的物件，就爱受处罚。啊，即摆有这个法律了后，再交警察，有可能将来是咱的偶像的部队，伊就爱去抓这个贼啦。虾米人共偷的物件？这警察就要负责去个抓，但是警察个抓来了后，警察袂使个判刑的，伊就要交予法官、司法单位，伊有专管咧规些法令，才会用来做判决。这是正粗浅的迄个规些，所以即马阁倒转来，咱的重点是伫咧行政这方面，所以阁强调一摆。行政机关的任务是什么？是伫咧执行法律。啊，大家到我这，若有了解的时阵，我要请问大家：政府会使管老百姓，也是未使管老百姓？会使请亚洲两个，啊，未使三个。哦，较大多数，啊，唔知咧，剩咧无牙齿个遐，拢唔知，安尼唔知较济咧，啊，根本是少数服从多数，服从拢唔知，根本是，那就服从第二个多数，哦，袂使，政府袂使管老百姓。啊，是安怎袂使？中国思想敢毋是讲政府上大，对吧？啊，拢咧管老百姓，是安怎政府袂使管？就是伫遮。政府是啥物？政府是行政机关呐。行政机关是伫做啥物？伊是伫执行法律，伊毋是伫咧解说法律，啊，毋是伫咧判决。所以未使管人，咱会予警察管，原因是啥？因为咱犯法，高速公路你超速，所以警察才会使甲你抓。你若无超速，警察敢未使甲你管嘞？未使，对吧？啊，搁较简单的讲法，民主社会，老百姓是毋是主人？啊，政府呢？政府咱请的啊。请的敢未使管老头家，未使，所以大家千万记诶，政府未使管老百姓，所以将来各位，那负责行政机关，千万唔能讲你要管老百姓，你若要管老百姓，安尼你就唔对啊，吼、哦。第二，行政诶有根据是啥？行政的任务是伫咧执行法律，所以一切行政工作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。简单讲起来就是依法办理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依法办理哦，是真正依法办理。意思就是讲，不得任意操作。哦，你袂使乱来，袂使讲我政府机关要安尼就要安尼，袂使，你就爱根据法律顶头的规定。啊！而且伫遮，大家请大家注意，依法的法源是一定立法机关所创作的法律，毋是别人创作的法律咯，毋是政党的主张哦。在台湾有一个政党，定来用政党伫咧决定国家的政策，这是绝对毋对的。过来，根据立法机关的授权，行政单位会使制定法律的执行细则，还是实施细则，甚至因为会使做裁决。啊，这是什么情形之下呢？我有举一个，比如讲，伊用个颁发建筑许可，荷兰，咱若要起一间厝，申请一个建筑许可，
行政机关会使发这个许可予咱，唔免经过法院的同意。哦，啊，过来开超速的罚单，对不？因为迄个交通法令有适合警察有管理，咱若超速的时阵，伊会使开罚单予咱，所以警察会使当场甲咱抓着，开罚单予咱，不一定就爱将咱交法官去判决。哦，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，行政单位因为会创作一挂法令过来。各问题要请教各位，法律无规定的，是准也是唔准？准的也就 OK。啊，不准的也就，哇，多谢。啊，无也就也嘛唔知啦吼。嗯，安尼你们要做高级官员啦，唔知对吧？我提这个这个问题要请教各位，原因是多。我捌拄到实际的一个经济，可能大家嘛有人会记的啦。您大概记得1996年，咱阿辉伯头一摆讲民选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啊，伊要登基的时阵，伊就执行大赦，要给一挂老百姓较好印象的，所以伊颁布大赦。所以以前有一挂犯罪的人，所以大赦了后便无罪。啊，其中有一个民进党的大佬，姓黄或者黄信介，伊原来是增补立委，啊，因为和中华民国根据古早迄个刑法101条叛乱罪，唔知佮判几年。啊，赤夺公权，所以还是说刘化一委员袂让走。啊，即摆阿辉伯也个大赦，所以伊就讲，啊，我即摆无罪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就向中华民国的内政部申请讲要恢复伊的立法委员的资格。啊，结果当时迄个内政部的社会司长。司长哦，迄、那个一个部内底哦，部长来就是司长呢。副部长甲秘书以外，第二层的领导人就是司长。迄、那个司长讲，法律没有规定不准，伊就找无一个法律啦。讲黄信介可以恢复立委，所以讲不准。哦，所以我就嘛提这个提相关的问题出来请教大家。啊，结果还好，咱真侪人知影，法律无规定的，就是准，唔是不准。哦，啊，别啊，伊嘛唔知虾米人家驾驶，所以伊也是准就对了，准唔性改恢复立法委员的资格。啊，其实这个就是啥？就是标准的中华民国的官员，伊做啊遐尼官呢的地位，结果对法律无了解。其实，伊爱注意的就是啥？就是大赦这个政策，这个是法令，所以根据大赦，伊就爱将黄信介甲免罪。啊！伊本来是立法委员，为着迄个罪，则取消这个立法委员，方取消立法委员的资格。所以，伊若无罪的时阵，当然自动就恢复立法委员的资格，伊根本就唔免申请。中华民国就爱自动个恢复才对。所以，这就是咧闹乌龙，
法律常识无够的所在，就是会出这个问题，哦。啊，佮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解释予大家听，更加予大家加上印象。高速公路若无甲咱限时速，安尼咱是毋是随便载咱驶？对无？所以法律无规定诶，你要驶100公里，驶105，甚至驶200，拢会驶。啊，法律无规定诶，就是会驶。哦，啊那阿哥未了解，我阁讲。过过些一届，法律是咩重要？法律就是咧束缚咱的自由啊，因为咱的自由就爱受限制，唔则就爱定迄个法律。所以，若无定法律，要把你的自由限制你的自由的时阵，当然就是随便你打行拢会使做。是哦，安尼有了解无？OK， 咱行政的编制有啥物？咱将来这个民政府会分中央甲地方，啊地方，咱即马目前已经定好啊，有州啊甲县，诶郡毋是县，郡。啊，既然有中央啊甲地方。所以管理嘛，就爱划分。啊，看中央甲地方这个管理的划分方式，会用咧分做有中央直管的，也是有地方子弟。地方子弟就是地方就有一寡伊家己的管理，伊的事务伊家己用咧决定，无必要受中央的限制。哦，过来。行政机关严格讲呀，嘛会使甲分做两种，就是政府机关啊甲事务机关。政府机关伫咧中央也有，州甲郡拢有。政府机关咧从啥？伊是咧做政策的研究啊甲计划，伊无一定就爱做执行。执行的工作，原则上是伫咧事务单位伫咧做。啊，事务单位是啥物？就是咱拄仔讲的警察，还是参与讲客政处，还是户政事务所，伊干阿咧办事务就好啊。法律定安怎，阿伊就照安尼办就好啊。伊无必要研究还是发展啥物政策出来。政府要执行的政策，不是因这事务单位，原则上是所谓政府机关。啊，咱讲到中央，中央就是中央的遐部会，遐伫咧创。是，即嘛即个行政的编制，大体也是安尼啦吼。过来，行政的事务。周先生到40分嘛，吼 ，OK。行政的事务，行政事务所牵涉的三项：人、甲代志、啊甲钱嘛。哦，你若办行政，就牵涉到这三项。啊，人是啥？行政服务的对象是老百姓，啊嘛会使甲称呼做客户。所以，行政单位对老百姓不但不能官僚，哦，而且还要非常客气有礼貌。这句话讲起来跟他八股咧，哦，啊，其实嘛是得爱安尼啊，哦，啊，咱台湾刚才。有一部分已经小可有这个样啊，大家来申请恁的身份证的时阵，是不是要去户政事务所去办这个户口停本？起码这个户口
单位哦，真客气。你若入去，敢毋是大部分拢会人问你讲，你要办啥？啊，办一杯茶请你，对无？古早我做囡仔的时阵，那入去电工所，敢若衙门呢？迄、那个柜台遮尼悬，囡仔细汉啊，看顶头的人拢看袂着。迄款的情形，加在已经无啊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咱讲行政所干涉的代志是啥物？行政的业务，就是法律交办的任务。所以法律应该真明确规定行政的责任甲义务伫倒位啊。因为法律要叫行政单位做代志，伊就爱写啊清清楚楚要做啥物，爱做啥物。这就要定得很清楚、哦啊、这听起来像说、真当应当的呢、啊、我现在举一个例说不应当还是说倒摆的例让大家了解 ROC 大家知道了、哦、我在记什么 ROC 有很多法律中央 有一条都写主管机关对吧我有几个例，比如讲公司法第五条，以下讲主管机关，中央是经济部，啊，过来就是直辖市政府。银行法第十九条，中央主管机关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。农业法、农会法第三条。主管机关行政与农委会，哎、欸，啊，这个那下面的农委会，过来直辖市跟县市政府，哦，啊，最近在闹食品呢，食品卫生管理法第二条，伊嘛写中央卫生福利主管机关，哎、欸，加那主管机关，所以后来沙无障，这个所在那主管机关是主管机关。所以，家己嘛定啊，无啥啥嘞，吼。不过有家，咱就看会出来。中华民国真侪法律拢有这条主管机关，所以，咱两个个问看卖，到底这主管机关的关什么？恁有人知影无？人家主管机关的关啥？啊？啊、哦，管理的薪水啊，哦，这嘛是啊，薪水伊嘛是伊管的一部分。其实我也当猜，伊嘛唔知影要管啥，哦，因为伊唔知影，所以伊才会写呢。啊，就唔知影，要安怎？上简单，大行拢管，绝对袂出唔对嘛。哦，你那打行管那，你就没有不会出纰漏嘛，对不？有可能会讲，你那管无掉，无可能嘛。你那打行管的时阵，哦，啊，结果打行管了后呢，哎，管是一种的管理呢，对不？啊，那有管理的时阵，是不是真侪人会要去收钱？所以中华民国那管的时阵，哦，足侪单位哦。大家拢要管，多头马车，哦，啊，管啊，大家敢那顾管尔，代志若发生的时阵，煞无人负责，对吧？啊，无人负责，大家拢用个体，我是主管机关呢，我唔是负责的机关呐、啊，对吧？所以大家嘛无责任，所以食品出问题。敢有一个官员辞职，政府的什么单位负责任无嘛？银行出问题，敢有中央的什么官员辞职承担责任无？所以人家咧乱管。啊，咱拄好讲，这单位拢是行政单位，
行政单位哪会使管老百姓？根本无可能。所以行政单位无管的管理，哦，伊敢若有执行法律的义务安尼尔。过来上尾啊，行政的事务会牵涉到钱，就是讲你要办行政爱用钱，啊，这就是经费。啊，经费是啥？经费就要编预算啦。这预算是老百姓的血汗钱，所以将来各位做行政官，一定要爱遵守节约，爱对老百姓升级。因为咱的口号是为百姓设想，哦，所以一定要爱那牵涉到经费，要爱想办法升级。哦，所以中华民国的迄个澳文化，咱袂使甲保留的。什么澳文化？这写个较下加，可能大家看较无清楚，或者消耗预算。这听着大家拢知影啦，吼、哦！消耗预算，千万唔当保留这个文化。啊，佫一个，或者预算达成率，这个就是公然。叫人贪污的，还是吼浪费啊？预算达成率，伊是讲啥？讲你一个行政单位的工作效率是用什么来甲你判断？用你预算开偌济，开愈济预算，效率愈好就对啦。就公然叫你啊浪费嘛，吼、哦！所以这个澳文化。消耗预算，啊，预算达成率，千万咱唔能够保留。第个，各位将来领导阶层，恁的行政事务，应该我来推想，要包括三项真重要的任务，他这样。恁就爱规划一个真好的行政阵容，是安怎讲？就是讲，恁的横的行政部门要能分工合作，哦，你横的分开的这个部门，虽然有分工，但是就爱合作，哦，啊，对的嘞。这个行政阶层一层一层，要能够分层负责，卖中啊断层，啊安尼就袂连贯起来。所以你坏连袂起来，啊对嘞啊连袂起来，安尼你就正有正好的行政的阵容。啊除了这个以外，啊个一部分另外真重要。恁就爱培养自动自发的部署来担任工课。啊，这要安怎培养？先决条件就是啥？恁就爱注意将来应该爱明确挂分每一个工作单位的迄个职责，每一个工作单位伊的责任。伊应该爱做虾米啊代志？伊个义务伫倒位啊？爱定啊足清楚，互每一个人，若去接迄个工课的时阵，马上就知影讲伊爱做虾米啊。所以唔免你做领导的人，每一个人每日拢个交代，讲你着爱今日做啥，啊明仔载做啥，哦，你事先就将迄个工作单位。划分足清楚，要做这个单位的人，要占这个位的人，你就要做什么样代志？这就是你的工作。所以不管我有叫你还是无叫你，你自然你自己就要去找工作来做。只要是你的范围内，对吧？所以，那是有一，啊，有二，我叫啥？一加二。
等于偌济？一加二等于偌济？等一下，有人讲三啦吼，在这个所在，不是一加二不等于三，一加二等于什么？你看嘛，你有行政团队，哎，有行政阵容，啊个有部署，真自动自化的部署，啊，你是不是有真好的行政团队？你的行政团队一定足好，哦，行政效率一定也足高呢。所以大家记住，一加二不等于三，哦，在咱的这个里内底吼。最后，恁做领导阶层的人，嘛就爱变预算。哦，啊，咱的迄个议长有甲大家介绍变预算原则，啊，甲爱注意虾米啊，所以我只啊就卖加讲，我干那要提醒各位，请大家注意一个原则，就是虾米？没有福报预算，就没有被砍预算的问题。哦，这句话讲起来，跟他真好讲，啊嘛是真有道理啦，对不？你若卖报伤多，就唔免惊人甲你减预算嘛。啊，因为要办代志，一定爱有钱，无钱办无路，对不？啊，你若正确编预算，安尼。你法机关一定就爱拨钱给你。啊，讲到这，咱那个几分钟，我会使个讲一个例。即马有一个人，马阿哥伫个坐中华民国的大位，因为食品嘛不出代志。啊，结果食品出代志的时阵，因为有立法委员哦，踮咧立法院去质问，迄个时阵咧，迄、那个。卫生司长，啊，结果迄个卫生司长安怎回答呢？伊讲迄个时阵哦，伊个卫生室咧管食品的管食品管理科，讲干那一科人啊，啊，一科七个人，伊讲我七个人要安怎管台湾所有的食品？听起来真有理嘛，对吧？啊，其实呢？他做官不会做官，迄、那个应该爱个抬头。你若是负责食品管理、食品卫生的管理的一单位，你是不是就要正式编你个需要的预算？你需要偌济人，爱偌济钱，你就要编啦。啊，向立法机关讨钱。立法机关若买拨钱给你，你唔才有理由讲啊！你就买拨钱给我，我人无够，无得人办代志。啊！你连编预算都袂晓，连讨钱讨人都袂晓。当个代志发生啊，你就讲我干了七个人俩，七个人唔是你长只建立咩？迄、那个组织已经足久啊，对吧？所以不应该讲这款代志。呀，过来最后一点。咱来接近各位，恁的事务是啥？唔是要叫恁去接，应该唔是要叫恁去接接办业务。应该各位的任务是啥？监督、甲控制、甲裁决。啊，各位爱监督啥？就是讲监督你接管的单位。是不是有遵守咱的法律？啊，甲为百姓设想，一办代志有退老百姓，有退台湾的想无？目的是为着台湾，为着老百姓，是啊，不是？啊，有遵守咱的法律，咱的法律搁复习一摆。咱的法律是啥？日苏美战，对不？占领不移转主权。啊！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啊！这听起敢那咧念八股咧吼、哦！啊，其实足重要。我拄啊开始的时阵就讲啊，法律足重要。是安怎讲？我做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所以以后所有
中华民国的物件伫咧台湾，拢是咱的，拢着爱讨论啊。这就是咱爱应用的，爱注意的。哦，啊，日苏美战，日本天皇啊，搁有咱土地权，但是咱会向向伊要求什么？这就是爱注意。啊，美国是甲咱占领，所以咱要甲美国讨。Travel document， 哦，旅行证件，这拢是爱咱注意的。所以伫咧遮，咱就是爱监督咱接管的机关，是毋是有遵守法律，有遵守这个原则，为百姓设想。啊，恁有啥物管理？恁有人事甲财务的管理，人权、人权甲治权拢在恁的手下。所以必要的时阵，恁就爱做裁决。利用的人爱甲裁掉，不应该开的钱爱甲冻起来。这就是恁的管理，啊是恁爱做的任务。好，今日介绍到这，多谢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10分钟。等一下是秘书长的课，能够忍耐不抽。